那我来唱一下这个《美酒加咖啡》。这首歌跟我们苏龙，人家，哦对，中间我们还变了一个特别缺心眼的魔术，对不对？那个也是可以啊。近景魔术啊，变出个近景出来啊，可以可以。有时候我真的，我有时候我就感觉很受到各个电视台老师的恩赐，就是说这都什么破包袱，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烂梗，然后呢，人家就是愿意让我演，我也是服了。但是呢，很开心啊，就为了博君一灿啊，千万别跟我较真啊，因为本身咱们哥们儿也干不了别的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那就来了啊，美酒加咖啡，希望各位新的一年每一天都能够又甜蜜又微醺，好吗？来，走你。Oh my god， 美酒加咖啡，各位 DM48 要不要来一杯？棒棒棒棒，美酒加咖啡，我只要喝一杯，想起了过去，又喝了第二杯。明知道爱情像流水，管他去爱谁，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我并没有醉，我只是心儿碎，开放的花蕊，你怎么也流泪？哎，唱这种歌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这小手指，就这点，就感觉一直要去。我看看这是电梯得多少层？一般就是大概是去12层的位置，一直要点一下去12层，这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带劲啊！等会儿啊，我。并没有醉，我只是心儿碎，开放的花蕊，你怎么也流泪？如果你也是心儿碎，陪你来喝一杯，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当时这块呢演了个魔术，今天呢魔术道具没有准备齐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来给大家演一个即兴的魔术。那么这个魔术呢叫做这个控制万物。我现在随便拿起了一个皮尺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皮尺卷尺无论怎么弄它都会下去，但是只要你相信我，奇迹就会发生。跟我一起倒数5321，他就会立在上面。啊，这心儿碎，管他去爱谁，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，一杯再一杯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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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，神奇的魔术，对不对？就是这种缺心眼的魔术，我变过很多啊，下回接着给各位演啊。嗯哼，我看看，哎，我这个，例如现在我就可以给你变一个魔术，你现在心里想着，我们一块唱一首歌，再靠近一点点，你就会发现，我打一歌还行。
只要心中默念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再靠近一点点，那个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哦。来，我们来心中一起默念。现在来一个意见魔术，各位请心中默念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再靠近一点点。开始了吗？魔术开始喽！哇，难道要这么近吗？不要吧！好的，这个魔术变到这儿已经卡在这儿了，完全没有。你看我的胡子，我这个超近景胡子，太棒了，我没有刮干净啊、哦！快看见没有？我这些胡茬，看见没有？我这些胡茬好清晰。好的，那么现在呢，马上呢，我们要唱另外一首歌，然后，你们能相信我这样啊？我这么着，我现在直播已经超过半小时了，我下面这一个半小时呢，就是都以这个角度来直播，好不好？我们。我就这样吧，我觉得就这么直播挺好的，然后各位就能感觉到我感觉我在你的耳边跟你说悄悄话一样。各位朋友们，好不好？就这样了，我接下来一个半小时就这样直播，看着我这个没有刮干净的胡子，就跟韭菜似的，是不是啊？这样好不好？那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，现在我们又要进入到下一个魔术了。这个魔术叫做冤，有什么歌跟你说？咱们再下面一首，就是说你希望说，对，你说对你心中到那个我在干嘛？心中那个念这句话啊，所有不好都离我远去，所有不好都离我远去。各位朋友们，新的一年要有这样吉祥的咒语，才能够让你的新年变得更加的吉祥。所有的不好都离我远去，已经念出来了吗？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。你看我的耳朵有多大？这么大的耳朵。好，那么开始了，所有的不好都离我远去。好的，我要回来了，还能更远，还能更远，我看看能有多远。好远，哇，好远。不要太远了，对不对？忽远忽近，忽远忽远。